护卫丽夫人寝宫的人是谁？属下在。去，把剑捡起来。属下，遵旨。 拿给寡人做什么？寡人是要你用这把剑自行了断。小人，大王饶命啊！大王饶命啊！你要是再不动手，寡人就杀你三亲七族！大王，动手！ 不但护卫丽夫人不当，还敢当众违抗寡人的命令，将他的家人全部杀掉。拖下去！来人，在。赵高。啊，微臣在。 把剑捡起来！大王饶命啊！微臣自知其罪，但是微臣斗胆，为了丽夫人一事，微臣已带领工人在后宫搜查，并日夜拷问这些剑兵，至今尚无任何线索。但是请大王一定相信微臣。 众说的确有道理，寡人今天就饶你一命。若是找不回丽夫人，把你人头给我！谢大王开恩，臣一定戴罪立功，让丽夫人平安归来。